可以保存到模板里面了，这里有模板。哦。这个是可以自己改名字的，双击一下，比如某某款啊，就等改名字就行了。有，对，可以自己改。大没关系，你觉得是这个字你不能超出我这个外款，我这个模板外款也是可以调的，就是上下不能调，上下就54。那它这里面信息如果要改的话怎么改？它是图片呢、啊，改不了啊。改不了，你图片给我是这样的，就这样子的。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字改掉，哦，怎么改？还要自己去改字。我们打出来的字它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打出来的字是这样子的，我跟你说，看到没有？哦，这个是可以改的，但是这个又要添加数据库，每一个都不一样。我这里一些数字对不对？我这里是有数据库的，我要加数据库进去，那我的这个数据它就可以变了。它这个 M1 的感觉怎么样？喷头一，你是不会打的，你是提示你是喷头一。它就要一个喷头的吧？嗯。啊，我新建一个。啊、哦，新建一个。我先把我们的月款改成90。90代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宽嘛，高是这个方向嘛。然后客户给了我一个图片，对不对？你这个 PIC 是神龙图片。那个他那个图片有什么格式要求吗？有要求。是什么格式的 ？BMP 的600×600的。BMP 600×600。嗯。不过像素点600×600吗？嗯。分辨率600×600。自己直接进来了，编辑方式都简单，只要新建个模板，选中这个图片就行了。相机这一点进来了，然后就调上下左右前后位置。你这个宽度是怎么设的？你是根据这个产品宽度来的吗？可以正调，那这里一个宽度嘛，一个高度嘛，我就随便改一个69，然后高度改成43。对不对？它就变大了嘛。你们这个地方就是您的位置，你下面还喷这么多，喷出下面是不能动的，你只能动你的模板，打印的内容你可以随便换位置，那没关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个模板是不是太大了，是吧？这个模板啊，没关系，大了无所谓，一样的。大了无所谓，它只要这个。对，只要你这个内容在里面。啊，如果咱们打过来，哎，客户说的。太高度太小了，那我就把它高度再调大一点吧。你就双击这个图片，然后对高度，哦，然后我就加嘛，哦，加个53，反正不要超过你这个模板，哦，对，你的字不能打成这个样子啊，你看，哦，跑到外面去了，它就不会打了，哦，至少要保证这个样子放在里面的，哦，一般的中间。那模板的大小在哪地方确定了？模板在这里，地面宽度。地面宽度，哦。它这个宽度90呢，是你只要保证比它大就行。它软件里面宽度是这个，哦，它就有高和宽。对，因为高你是限制死了嘛，就是54的宽度嘛。哦，就在这个区域里边编辑就行了。对，是吧？哦。现在这个是没字的吗？啊，喂，啊，这个文本进来了。2021是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对，咱字体是只有一种是吧？字体有很多种，电脑里面有的字体都能打。啊。11120。不，小二，行了。这个键盘还要用点力啊。哦，嗯，这里可以选字体的。哦，就用这种字体，我看这个东西比较最常用的。先默认吧。国外的。那到时候要改再改吧。
心就错了。哦，你压力有压力，因为给压力有压力有关系的，要么就过期，要么就跑。你不管什么零，你不管什么机械，你只要抱着压力，要么就你做平行，要么就你后移平行，知道吧？保存之后再点它，这是喷印，然后点开吸干，改过要保存，保存一下，要保存，点一下就行。这个是深度的，哎对，我还要拖到桌面上去，轮盘插上去，然后它有什么格式吗？要求 TXT 的，然后呢，我从哪地方选择？插入。你先把鼠标放在这上面，它应该会显示个字的。就点这个数据吗？对，点一下。点数据。然后打开文件。打开文件。然后选到桌面上那个，点打开就行。那如果要是打个比方啊，客户咱们有20个数据，然后其中有2个数据咱们打得不好，我要重新打这2个数据，我怎么弄啊？你是二维码的还是什么？用二维码。你知道那个码的数据吗？你直接把它输进去啊。对啊，输进来应用一下就行了，因为它这里这个地方是启用绑定字段的，就是绑定数据库的。如果你这个地方不启用，那就可能它只会打这个。你要打什么，你只能在这里输一个打一个，输一个打一个，就是补号。那个方式呢，我也不建议你用啊。在这个地方，我比如说1到20有20个数据，我从第5个开始。往后的全部是错的，就打坏的，那我这个地方它也会跳的，对吧？因为我如果是20个数据，它这个地方也是显示20，那这里就是0，我打第一个就是1，我把这里一改，改成第5个，那它就只会从第5个打到20，它就不打了。但是不建议你改这个地方，因为它像那种大批量的十几万、几十万的，这个东西最好不要改，全部打完自动停止。就是那我换一个数据呢，我再又换了一批数据，那还要重新点这个数据重新插吗？对呀、你不同的数据你比如一般来说我们是怎么操作呢？这是一款产品，我这个模板名称我是按产品来命名的，你不可能一直是一个模板嘛，对不对？肯定有很多款嘛，因为它同一款产品的形状尺寸大小啊基本上都是对的。这就是我桌面上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选哪一个图片处理好的图片。